检举赌盘最高奖金多少钱？题目都告诉你了。啊 ，A、B、C 三个答案哪一个最高？你们大家要猜，对吧？啊，结果呀。反贿选的方式，其实我们地检署没有很比较不注重说宣导这一块，我们比较注重查缉这一块。可是其实如果单纯就查缉啊，除了就是人家讲的这个不教而诛谓之虐以外，然后就其实单纯一直做查缉，不停的抓，其实功效没有那么好。所以我们也是期许说，云林有一天啊，可以到我们检察官抓都抓不到任何贿选情况的情势来发生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政工所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检警调令其实在密切注意这个区块了哈，那只要有贿选，我们已经最快的时间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歪风哈，贿选的歪风来成长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买票卖票的一个行为。能够把你这一票非常宝贵的一票，绝对不要轻忽卖票。那我们今天结合检警调所有的联能单位一起召开这个说明会。那我们的检举奖金非常高了，如果你有发现可疑的买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那你就可以来检举。我相信如果透过检举的话，我们可以杜绝这样的一个歪风，杜绝这样一个不良的选举风气。我们希望真正能够选出我们最优秀的人才。